各位三林堡的网友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就是三林堡的这个体育馆，现在时间是4:52，15度，现在是在这个郑世伟会场，哇，这有够香，这有那个蚂蚱，有那个花生糖、冰淇淋，大项拢有啦，有够香。我们的菠菜公司哦，现在那个叫三重卖菜了哈，你的菠菜有3年有入种，3年4个月，做什么？人讲哦，做什么请什么哦，什么都做得很好。我们台湾的时阵，伊嘛是认真打拼，能够为我们大家来出声，来我们来金秋贺礼。到了我们的果菜公司，伊赶快搞咱的三重果菜公司哦，所以呢整顿的非常好哦。所以人讲哦，做什么成什么。那今天四维五那个勇气同仁哦，以前都是郑世伟好朋友，也几回马生之咱的郑世伟吼认真打拼，是值得我们三无雄心来支持，来肯定的。因为这个时间很不错，他为着咱们这个也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方，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方。像来谁来了啦？燕子来了哦。不要急啊！来，